皇上，快去见叔。 Punch!
皇上，玉林大人离世了，他伤势过重，实在无法救回。玉林，他有没有说什么？他说他先走一步去找玄歌大人了，请您不用挂心。还有，以王上您的性子，即便不说出口，心里也一定会愤恨自责到无以复加。此事并非是您的过错，请您释怀。云无月，我做了一个噩梦，梦见玉林死了。